惊。我现在在花落的尽头，看着手中的戒指，等着你向我走来，同时写下了这封信。我忍不住去想，如果这真的只是一次普通的求婚，那该有多好。小姐，我爱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是我最后想给你的仪式，也不是我执意想给我们的故事写一个结局，只是两个相爱的人决心相伴一生的开始。对不起，小琪，我没能研究出生存计，辜负了你的期待，所以就自作主张让江十一带你回家。我知道你会生气，会怪我，但请你原谅我的自以为是。我知道你为了感情可以放弃一切，乃至是宝贵的生命，但我还是想告诉你，守护感情的方式除了放弃还有成全。因为爱你的人会把你的安全放在首位，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去。把你送到江氏一家之后，我独自一个人给你整理行李，我发现有关你的一切我都舍不得让你带走，恨不得都留下来留作我的记忆。但是这条项链希望你能一直带着的。因为这是我向你告白的时候送给你的。北极星为迷路的人指引方向，就算你以后不再记得我，可他也会永远守护着你。还有蓝宝石戒指，现在里面已经没有储存的回忆了，就让我一个人记得全部的故事就好。小琪，你是不是已经看到那个无人机了？这说明你很快就要走过来了。我好像有点紧张，忍不住又看了一遍花落旁边的指示牌，担心这些话没有完全表达出我的心声，但又担心等下的告白说得不够好，所以我忍不住从我们相遇开始回忆，恨不得每个细节都讲给你听。我每一次对你心动是因为什么？每一次看你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摸摸哒。哪一次是因为感动？哪一次觉得你可爱？哪一次在你看不见的时候我还在看着你，但当你一抬头我马上又扭过头去。早知道这样，你每一次看我的时候我都应该笑着看向你，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我都应该好好抱抱你，每一次你问我是不是喜欢你的时候我都应该笑着答应。早知道，早知道你终将离开我的话，我可能都不敢爱上你。你现在应该发现路边的花瓣了吧？但我还有好多无聊的小事想碎碎念给你听，比如我写那首 Destiny Lover 的时候写了好几个版本都不满意，还赌气弹断了好几根琴弦。其实我在重新复原蓝宝石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稿真的丑爆了，一点艺术天赋都没有。其实我还想再和你做一次蛋糕，所以买了很多工具，
客房里还放着你睡过的被子和枕头，我不想把它们收起来。其实我真的不想让你走，没有你的生活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坚强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你喜欢我。好了，不能再想了，我要赶紧整理一下心情，等会儿不能被你看出来。今天的阳光很好，一点风都没有，所以我也不能借口是风把我的眼睛吹红了。小七，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，我能与你相遇两次，相爱两次，已经很幸运了。既然如此，就让记忆停在最美好的这一刻，成为永恒的标本吧。我们的爱情不会因为分别而结束，而是会永远篆刻在我的生命里，作为我未来生活中最美的温暖来源。小七，我看到你向我走来了，先说到这儿吧。祝你以后的生活平安喜乐。